中國誠信亞太信用評級有限公司在2012年6月28日成功地向香港證監會取得第10類的牌照，即是說可以提供信貸評級服務的牌照。這個牌照是中國評級公司有史來第一次在香港可以拿到這個牌照的公司。我很相信中國誠信亞太信用評級有限公司拿到牌照之後，可以為中國誠信集團開拓國際市場的業務。我在這裡非常感謝胡振華主席及其他的董事，包括我們的員工的努力工作，能夠取得今次的成功。我希望公司趁著這個20周年的華誕，可以蒸蒸日上，業務方面發展得更加好，在國際上展翅高飛。今天我非常高興宣布中國誠信亞太信用評級有限公司成功向香港證監會拿到開業的牌照，這是中國第一家在香港拿到開業牌照的公司。今年是中誠信成立20周年的日子，这是双喜临门。我们在这里祝中誠信二世华诞生日快乐，祝中誠信20华诞生日快乐。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誠信 Group on its 20th anniversary. Best wishes.